对台北人来讲，是他们心中故乡的一块绿地，它是我们的瑰宝。用这种景观的手法来包裹这个工程，硬的工程的面，找回它的原有的生态环境的这个密码。大家可能渐渐会以为，原来就是有小溪，原来就种了很多樱花，原来回到我们自己故乡的宝地。阳明公园的花中蕴藏了代代台北人的回忆，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帮台北后花园找回旧有的回忆。这里不只有我们小时候与爸妈前来的足迹，我也希望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在这里创造属于他们的回忆。